大家，今天我们吃红油金针菇。无骨鸡爪来了，有没有爱吃无骨鸡爪的？火鸡面加了个汉堡，好久没吃火鸡面了。哇，
双层的汉堡。京酱炒米粉啊，香。这小煎蛋，这是吸满辣汁的。脆皮五花肉，香。
六包粉六包酱，它这个批次不同，粉的粗细好像也不一样，我这次好像就粗一点。这种感觉，老好吃了，今天够吧，蛋呗，够吧，两块芹菜，要的还挺精准呢，香吧？进来了，够够够够，我还不够吃呢。嗯，好了。啊，不知道还是双鱼。赶紧先给我们蒸。炸鸡，程校长家酸辣粉19.9发六桶，宽粉跟细粉可以选择拍啊，我吃这个是宽粉。哇，膳食肠，
挺辣，但我能挺住。盐泡笋，然后加汁，这家简直太爽了。干吐了，怕呛着。也替我留两块一小斤儿。